露那个，我就摸三饼自摸，但就摸了那个之后就觉得很好打，因为就是正就是正分。调皮耶，完全没出来。是，然后四万出了，所以哇，七万来了，哇，青青真的往中间打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刚刚上家稳才丢过，所以我说吧，这个合理。他被文梦救了一道，文梦摸到七万完全不要、啊，直接当垃圾丢出去啊，摸四万了、啊，四万当垃圾丢出去。哎呀，这边直接让仙仙闪过一枪之后，又中动自摸拉到庄家，中动自摸一花三台，三台的六台，这个是什么操作？这是什么操作？那感觉应该不会太早打。哦，这边要转停的吗 ？Benny 直接停的是三六条啊，看来红中直接顺利的闪过了三六条。这个七索西米想干嘛呢？想真的吗？想真的吗？认真的。认真的，而且还打红中啊！看来是精神攻击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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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为什么？嘟嘟嘟嘟嘟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他红中被你收起来啊！对，这个四七条回马，哇，回马枪开弄啦，被你开弄啦！这个吃七锁是什么想法？我这哎，吃了以后变超丑哇！哇，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庄家自摸红中三台，不可思议啊 ，Benny！ 因为一开始想说听三二条啊，就是不想听对倒红中那个，然后想说啊，幸运打了，对，那我再碰回来，再听回去四十七条，想不到没有人想放枪，对，那就只好自摸了。因为那时候当下我是觉得我很难打的，至少要先开个胡还是怎么样的，那一段时间开始才比较好玩。告诉自己一定要加油，我就很努力的那把就有摸，幸好摸那一把，不然真的是差很多。哦，韦梦自摸了，在这个北风北的庄家的时候，自摸东风庄家三台，哇，在北风北的时候 ，A 队的韦梦崛起的杠八饼，听说是刚刚他的另外一边。哎，什么？他要碰鸡饼吗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因为韩寒想吃，韩寒刚他刚想吃，哦，这是一个防守碰。好，防守碰这边，而且算是改良了，这边直接是东东五饼变成了五八饼哦。听双头好拉庄好自摸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哇！不过这边韩寒超会进牌，怎么要变成碰碰五了吗？哪里？哇，这是一哇，这太扯了吧！而且天哪、啊，还被挡摸，还被挡摸，阿姨被挡摸，一阵的关键碰牌。不过这边三手看起来是只剩绝章啦。我觉得他要自摸，我觉得他自摸了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被睡了！哇，天哪、啊！阿姨 QQ 啊！欸，如果他让我吃了那张八饼就掉下去，他就变他自摸哎，只要他二碰，无双，二无双，再见了阿姨，被挡摸还要放枪，天哪、啊！但不知道啊，乙真会胡吗？对，是个问号啊。这边选择打二条啊，乙真胡吗？胡了，胡了，嗨，耶，三花一台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？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点打得太。就是可以先舍一锁。哎，好，伟志这里拿错了哦，这里是个相公哦，这里还想换啊，伟志不给换！天哪，这个时候竟然发生了如此低端的失误！我相公其实睡了一段时间，前面差点被乙真搞掉了，就是两把上碰下自摸，对啊，然后有一把还是碰我的冲动七饼。可能有机会会放枪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相公啊，他现在放枪的几率非常的低啊。好，那 H 队韩寒目前做的是三花七风位啊，三花南风自摸是三台打点，这个摸下去是很致命的。好，刚刚本来阿姨要吃这个东东七饼啊，啊被自摸了，啊、上碰下自摸，不是，一定是防守啊。哇，自摸南风三花三台。哇，一阵这个真的是防守，各位，他六七七八饼啊，是防守。我摸不到，我好想自摸、哦。你有摸到六条了，很好了。只有 only 阿姨、哦、阿姨这边碰牌啊，碰牌。对，阿姨这边上碰也是得前置的位置。哇，怎么是二条？哇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位置，好好的把握啊，位置。哇，碰两次，终于自摸了啊！这。恭喜韦志在上碰两次之后允到了这张六条啊！哇，没错，而且毫无失误，毫无犹豫，六条一戳就摊了、啊。看来是经过了上百次、上千次的练习。看来这个韦志的家乡啊，嘉义的乡亲都听到了这个自摸六所的声音。嘉义人站起来，帮韦志一起庆祝！嘉义，你个好朋友！今天保二五八筒，毫不犹豫，赶快补。
但今天就是要那种一定要第一名，所以我八桶才犹豫这么久。阿姨在想这个把柄。哎，刚刚怡真也过了一张四万啊，哇哇，阿姨居然胡牌了。胡到的是伟志、门清、中洞两台。我不想加入他们的战局啊，所以就是想要让他们自己去拼，就是不要去干扰他们。除非我自摸，自摸就不会插进去，但我会过水。台底也只有一张九万，所以我知道应该有机会。然后后面就摸到六万。哇，伟志完了，这个死亡倒数。没错，九万。九万能留住的话，算你厉害了，伟志。好，这里好像听了听的是四比七跳。哇！直接自摸不给放，不给放啊！自摸四花庄家三台，三台哇！这个一摸三逆转啦！哎呦，他这个自摸下去之后，他松了一口气啊！摸下去之后我就腻了，然后我就知道接下来能胡就胡，就是继续玩，然后不要放给韩寒就好。刚刚这个情况来说，其实五比是完全没用的，不跟着庄家走的话，哎呦，韩寒。放了是很难放的，对，四条和庄连一啊，三台。自摸那把也是因为阿义没有吃，不然我中洞六饼就要被他杠掉了，所以其实我也没希望。然后就是谢谢他让我吃，我才会自摸，至少我自摸一把。拼自摸数没有太大意义，对，这个拼自摸数只有对当天的分数有意义。自摸了，哦，自摸了，这个自摸了，哇，完全是敌对阿义最理想的情况之一啦。对，就是怡真的胡牌啊。他没什么机会了嘛，他的分数比较低，他又一下又吃牌，然后又思考很久，所以我一直在想他的策略到底是什么，他想让谁赢吗？好像又不是，然后后来又自摸一个三手，然后说完了，我有点慌张，我唯一大我知道他要干嘛，我就是不知道他要干嘛，就他居然结算他跟我说他以为要拼自摸数，傻眼，就忘记跟自摸次数没关了。所以那时候就原本想好好我来拼摸好了，然后后来想想，我干嘛拼自摸，就直接唬一唬就好了。啊，原来是没搞清楚赛制的家伙。韩寒不肯唬我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放心的去冲。我四饼原本是孤张，伟志那时候打了一张，我就知道他大概听牌了，就硬把四五桶凑在一起。好，这边要打九条吧，因为起码九条不会死对对。对，好，这个九条打了以后真。是不是想吃听呢？吃听是七条，对，但是四锁敢丢吗？好，这边去摸牌了，这边是二万，杠上九比，好，三六比，哇，被阿姨给摸到了，哇，最后三六比的对决是敌对的阿姨给摸到了，拼摸。哎呀，伟志，好可惜啊！最后还是由敌对的阿义啊保住了第一名的分数。最后这个屁摸成功粉碎了 H 队和 A 队逆转的希望。三六饼，还好怡真没有吃那张，要不然就滑落了。因为我怕四条，我怕条子，但就不知道他们都听饼子，对啊，所以我想太多了。那我最后那个不吃，想那么久啊，气死！就很可惜啊。其实蛮希望是小智摸的，因为小智摸我至少还有机会，但是阿姨摸就没有机会。他跟伟志就听一样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。那你到底是希望谁自摸？伟志。我是什么东西？阿姨队友，这是我队友。OK。一开始我都大概打到一半的时候才算出来啊，我大概要胡几台，两边都要思考的话会有点。错乱，知道吗？第一张打完负分，就又有点那个，今天就已经蛮紧张了。我就是一直在抠手，我一直要自己放松，就是什么顺其自然。但是还是感觉出来，就是大家都很想拿冠军。我当然也是会有点想，但是今天就是还是有很还是蛮紧张的，对吧？阿姨跟仙仙今天都分数都有拿分啊，所以他们今天赢也是合情合理啊。我们就是一正一负嘛，除非我们要就是。挣的要挣很多才能弥补那个，好啦，今天不够考了，就是拿一分，我觉得会只会蛮难打，因为就是大家攻击的目标，下一次可能大家就只有一定会攻击你，因为毕竟已经拿一分了。第一不是不强，可是好像他们是比较没有这么恐怖的感觉，而且仙仙有时候很紧张，他是比较会慌张的类型，所以我觉得到后期可能
就是会稍微比 B 跟 H 两队还要好撼动一些。怡真姐，不要再乱了，没有比字摸数了，好不好？让他们玩到四场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接下来三场 hold 起来就喝完。让一场，让一场。好，这样子压力好大。我好像讲太快了。